展出作品《极光边境》，它主要的概念是来自于台铁机场这里本身的历史，所以我们使用它现有的轨道台车跟这里使用这些柜子啊、设备零件等去做创作。它呈现出来意象，某程度上试图要去反映台铁机场跟台铁本身的历史之外，还有这几十年来台湾的都市的发展、产业的发展变迁跟乡村自然环境这些的改变。